深夜，1993年除夕正在一点点结束，时间在流逝，城市里的人们大概早已入睡，妙峰山顶仍在夜恋。93年、94年交接之际到来了，这时人们开始在娘娘庙前发愿。气功班的学员们并不迷信，他们朝拜的娘娘传说是泰山山神的女儿，而泰山山神是我们华夏祖宗的化身。当人们懂得气功的奥妙，懂得天下本无神，神是我，我是神，就懂得一切祈祷发愿都不过是形式，真正的内容是发出自己善良的愿望，以其意念力达到善良的结果。保佑我全家平安幸福，家庭和睦。祝全世界人民的身体健康，祝气功事业呢更加发扬光大。刚才您那么虔诚的拜神，我想问问您刚许的是什么愿？我第一个愿就是，请娘娘保佑我们那个生命科学探索的系列片圆满成功。好，谢谢。
是要留下来了。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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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退点啊！行了，行了，快点啊！快点！哇！刚才您是昨晚是从11:30走到4:30，走了6小时。那 你们是走的路线是什么路线呢？我们走的萝卜地，我们全体学员，我们一直在夜行当中有顽强的毅力。虽然风很大，天气很冷，但是我们有信心，一直都坚持下来。共计70人，有69人顺利的到达目的地。您刚才觉得就是这个整个今天晚上您的心情如何？您能不能谈一下？我们心情挺激动，因为要是我们原来走的时候呢，一般呢就是说人呢就是说这么多的时候走的这么比较好比较急的时候还是比较少。今天大约走了有60多里吧，大家基本都跟得比较紧，大家精神都非常好啊，精神很饱满。天渐渐亮了，经过辞旧迎新的一整夜的夜行夜练，人们聚集在妙峰山顶，等待1994年第一个日出，以一种清新的心态在期待，在等待。当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每一个人心中的太阳也升起来了。太阳就是光明，太阳就是自信，太阳就是朝气，太阳就是健康。公元1994年的日出将深深铭记在这些人的心中。迎来了新的一年的第一个辉煌日出的人们正在采日经，真是通体透明，心无挂碍。烛光，晚上学员们从妙峰山顶步行回到268医院，开始了烛光夜练。
在这场练功中，每个人面前都放有一碗刮平的面粉，中间垂直竖插一根钢针，进行了集体意念制动的实验。特别明显，你看这针原来是直直的，现在明显的有一个窟窿。现在怎么了？是不是有那个有拿手把摁扁了似的，摁里小坑出来？是吗？对的。这个面吧，原来是平平的，现在出现这么大的，好像猫爪子抓过一样的。原来这个汁我就擦在平平的面上，他看着的我就擦上去了。但是现在呢，我看着这个针，打开眼睛的针翘起了。移动了立齿，而是等于说是内窍的地方，两个眼睛，等于针不知道是不是翻动了，就是好像他看到的，而且这上面还有爬动的那个印子。我原来刮的特别平，而且就擦了一次，擦的特别轻，两个经验，这个只有两个经验啊。这个项目叫信息萝卜，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萝卜，哪儿不舒服就在气功意念的引导下按摩哪儿，真是万千法门呐、啊！现在信息萝卜成了调动人们深层意念力的一个物体，一个符号。人的意念深处，潜意识深处，有着决定人的身心状态的神秘力量。这种神秘的力量经常外化为各种各样的生理心理的图画，疾病是它的图画，健康也是它的图画，关键在于我们要借助某种方式来调动它。一路来的，他知道，一路都是我们看了。
我一到上海来，他不留了，他来他离开人，我一下子。也就是说，你这个脂肪瘤的消失，你们三个人特别找朋友，结婚了，现在再见，韩国姐，在辽宁鞍山。现在正好这个后边这个瘤子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这个鸡蛋了。只剩一点点了，刚才这位老师傅问起来还挺大，现在已经比刚才又小了，我92年患先天性白血肿大，经过实现王老师的一家病人提供，都一些因素都改病，基本消失。但是今天通过今天，全身的淋巴结彻底都消失了，一点皮，连到一层皮没有了，这全身都没有了。原先白血球3004、3007，全身淋巴结肿大，到现在全身病彻底没有了。我们在现场还进行了大量的病例采访。张义晨，耳根部长有2×2公分的肿块，当场缩小2/3。王庆远，30年关节炎双目疼痛治愈，乳腺增生明显变小变软。夏淑兰，35年周身性关节炎好转，颈椎疼痛消失，脂肪瘤消除。明秀英，双膝骨质增生疼痛消失，现场多处脂肪瘤消失。刘宝芬，乳腺肿块3×3公分消失，4×4缩小为0.5公分。朱茂芳，肩部肿瘤当即缩小。马明，甲亢关节炎贫血，经一加班训练痊愈。尤玉坤，免疫性母细胞淋巴结病引起浑身疼痛，半班中疼痛消失。李慧敏，乳腺增生风湿腰椎病，练功后乳腺增生消失。滕永清，大脑炎后遗症，曾习练一加功，本次痊愈。李广琴，乳腺瘤现场消失。最后，大家走到户外，把萝卜用力一摔，转身就走，任何人不许回头。这里含着深刻的奥秘，这奋力摔出去的是疾病，疾病的信息，疾病的意念，用气功术语讲，疾病的病气。用力一摔，头也不回，这里包含的意念奥秘太明确了，把疾病摔走，永远和它告别。萝卜带走了疾病的信息，带走了酿成疾病的潜意识。
庙寺里有哼哈二将，其实真正的哼哈二将是自己的不怕鬼不怕邪的正气。两支队伍会师了。我们走了一天，但是也没有吃东西，也不饿，也没有。我们到了妙峰山以后呢，也没有水喝，不仅没有热水，连点凉水也没有。但是我们精力很充沛，一点也不渴不饿。夜里夜行的时候呢，我们精力很充沛，也特别高兴，一点醉意也没有。还有胃病，胃病吧就不说什么了。我看手袋没有，没电。在上次92年的郝老师一家班在沈阳开办的，我参加体育班，在您最后一个高级班的时候呢，产生了辟谷现象，当时辟谷六天，回家以后又辟谷六天，这十二天以后呢，我一摸瘤子，奇迹发生了，没有了，瘤子不翼而飞了。对。你想上次这个物质更新说好了，这次来就为了巩固病情和提高数值，上次也对。我们在河滩又进行了大量的病例采访。于中方，脑神经衰弱肾虚，请一家工训练班，效果明显。于占香，15年高血压，5年糖尿病，一家工培训班后痊愈。尤玉坤，免疫性母细胞淋巴结病引起的浑身疼痛，半班后疼痛消失。吴凤珍，肿瘤变小，右肾上腺肿瘤、类风湿、胆石症痊愈。王建书，附件炎、直肠肿瘤，参加一家工班痊愈。周向书，患心脏病、骨质增生，现已痊愈。姚桂芬，冠心病、关节炎，1个月前腰腿挫伤，造成行走不便，均痊愈。李淑清，5次参加一家班，以前病很多，膀胱癌2次手术，现全好了。安成基，冠心病、高血压、胃病，多家医院治疗无效，现痊愈。曲延松，糖尿病、关节炎、淋巴肿瘤，3个淋巴结2个消失。曲本成，糖尿病、冠心病、肩周炎、肾炎，练功后痊愈。贺爱荣，心脏病、肺气肿、类风湿、关节炎，练功后痊愈。
哼哈是人的正气，一哼一哈赶走一切疑神猜鬼、忐忑不安的邪气。如果有谁在生活中受了不良心理信息的污染，疑神猜鬼，或者是在练功中出现类似的偏差，不妨大声哼哈一阵。哼哈二将原本就是你的左右两只手。我们对妙峰山一家秘传气功的科学考察是非常严肃的，离开了严肃的科学考察，妙峰山气功班只是一个趣味横生的别致的冬令营。当我们在全方位考察公证中统计并记录下一系列科学医学数据时，古老的气功便被现代科学的光明照亮了它有价值的面貌。1994年1月2日晚20点至次日0点，我们进行了长达4小时的现场统计。我们这次现场统计相当严格，一次又一次的核审。我们将现场统计与报表统计相结合，我们将1/1/22的向全世界介绍我们观察到的现象。Thank you.
朋友们，我们与一家秘传气功在妙峰山共同度过了六个日日夜夜，希望我们没有白白度过这六个日日夜夜。我们与生命科学探索摄制组共同度过的时间就更长了。从1993年10月5日开机拍摄，到1994年1月3日妙峰山拍摄结束，你们与我们一起进行了3个月的探索与拍摄。在共同的探索中，我们达到的第一个共识是，气功高级功能，人体特异功能是真实存在的，它被我们多方面的考察与公证所证实。第二，人体特异功能是潜藏在人心灵深处的一种神秘力量，这种力量当我们不认识它时，我们就被它所迷惑，我们就对它迷信，一旦我们认识了它，我们就有可能刷新人类未来的科学。第三，这种神秘力量，这种潜能是人人具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气功师，任何功能师都不神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神就是我，人是宇宙的精灵。第四，既然每个人具有这种潜能，那么我们还可以说，这种潜能是可以开发的。气功师、特异功能者不过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虽然是少数，但这少数说明了普遍的规律。第五，开发潜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中国古来的许多气功功法其实就是开发调动人体潜能的特殊技术。第六，我们将古今结合，探索出更多的开发人体潜能的方法，它是生命科学探索的一个课题。我们在后12集中将会更深入地介绍这些神奇方法。第七，气功人体特异功能能够治疗人的疾病，这个巨大事实值得我们好好研究。正是在研究人体特异功能治疗疾病的奥秘中，我们发现了疾病本身的许多奥秘。疾病和人的深层意念、潜意识有着极密切相关的联系。第八，气功并不是万能的，对气功的盲目崇拜也是错误的，对天下万物都要实事求是，对气功也一样。首先肯定气功人体特异功能的许多超常事实，其次对它做出适当评价，最后把它放在现代科学的背景中进行研究。气功人体特异功能在中国是与中国古文化密切相联系的，中国古文化中有许多精髓要认真挖掘，然而这一切要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古今的智慧是相通的。第九，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要从气功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中找到一种新思路，一种彻悟，这种彻悟就是我们人类的生命，包括我们的科学，都是灵动活泼发展的，我们不被任何东西束缚，不被任何经验所累，我们永远要有那样一种心态，除旧更新，面对新生的太阳。我们那样彻底，我们那样明白，我们那样无畏，我们那样自在。我们放下一切执着，我们不膜拜任何继承的东西，膜拜古文化是没有道理的，膜拜现有的科学结论而固步自封也没有道理，膜拜气功人体特异功能现象同样没有道理。当我们今天破除各种旧观念，向全人类公证气功人体特异功能的事实，并探索其奥秘时，我们并不希望我们今天的发现成为明天人们膜拜的僵硬逻辑。本篇总策划人柯云禄先生在妙峰山气功班结业式上这样讲到，希望有一天当我们的这部电视片播放时，全世界的观众会这样说，这部电视片所记录的一切是真实可信的，我们通过电视屏幕所展示的一切
不仅应当被今天所认可，还会被一代又一代的人所认可。同时，我们希望我们的发现被今后一代又一代人刷新，他们像我们一样做出他们对人类生命科学的新探索。我们就要分别了，真好。几天来，我不知说过多少次真好。我们的这次活动真好，我们的学员们真好，我们曾经共同度过93年的除夕，共同迎接过94年的元旦，我们曾经一起站在妙峰山顶上迎接94年第一个黎明，一起注视着94年第一个日出，在太阳跃出云层的那一瞬间，我们充分体会了宇宙的和平与安详。现在，在即将分别的时刻，柯一路预祝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功德圆满，为自己、为家人、为人类带来吉祥。再见。生命科学探索将继续下去，请朋友们与生命科学探索摄制组一起前行，我们将展示更加神奇、更加惊人的气功与人体特异功能的事实。